주지 못한 첫 키스 생각나니 꼭 너예요 철학자배 꽤 만든 너의 눈빛 I can't stand the thought of you Even from your point of view 어쩔 수 없어 You can change your mind 你喜欢长恨仙君还是东方青苍啊？那你选一个，这个东方青苍，长恨仙君，你选一个。先说好了，我只是暂时借你戴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的烘衣的地方，哎呀，我第一次哎。欢迎。哇，有种在都市自立自强的感觉。最多人的一次。这是什么？猪肉。先生。师兄，你快点去救救彩兰花，他们还是的人。长恨仙君又出来喽。很可怜。圈了很多粉。圈了蛮多粉，好像还蛮帅的。长恨仙君，我没有。长恨仙君，连你住惯的司命舰都不认。妈咪。司命殿，
那大家拜拜。你收到了吗？拜拜。哦，在楼下吗？我想开始的时候做深颜色一点点，它会比较掉完以后，它会掉一到两个 level。对，我今天来处理我的头发，其实我的头发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其实我大概是一个半月之前染的，然后我已经又长出了一些黑色的根 root。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我的头发很少，所以我不敢漂嘛，但是我实在太想要有点变化了，所以我决定今天是会做一点点挑染，就是尝试看看。我觉得好像长得很像漫画里的某个角色，还是电影里面的某个角色，但总之不是太好的角色就对了。气炸锅鲑鱼，然后把冰箱最后一包的肉酱给解冻了，这是我今天的晚餐。今天要追什么剧呢？我最近在看那个允儿跟李钟硕演的那个《大话律师》，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Surfshark VPN。那 Surfshark VPN 它有 offer 几个不同的功能，像是 VPN 啦，或者是你可以额外再选择这个 Surfshark Alert 或者是 Antivirus 的功能。我们在网络上难免会有需要提供自己资料，像是 online shopping 的时候你的 credit card 啊，或是一些个资。如果有人想要 breach 你的账户，包含像是信件啦、credit card， 还有一些 personal ID 等等，它会先扫描被影响到的 database， 然后同时间会马上的通知你，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及时的去处理自己的个资问题。那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就是 VPN service 啦。那我这边就很快示范给大家看，因为我一直都是连着美国的 VPN。然后我刚上 Disney Plus 想要找 Big Mouth 的时候 ，Oh my god， 就找不到了。好，那我现在连回到香港了，然后我重新打开一次 Disney Plus， 这个时候我在找 Big Mouth 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最近因为慢慢的步入 holiday season，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 promotion， 就是只要用我的 promo code clumsy 就可以有 85% off 外加三个月免费，就是比之前多了3%。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趁 holiday 的时候就给它买下去了。이런실력으로어떻게변호사들이참현실상에그신경많이썼어그런놈찾기도힘들었을텐데이틀이전아밀라노바로로리스팅그지만하실겁니다
그 자식이 땀만 먹으면 우리만 등신대서 죽는 거 몰라? 好，把蜡烛摆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想跟大家一起开箱这个 Cartier， 但这不是我买的东西，而是我前几天收到 SA 跟我讲说，这个月是我生日嘛，所以他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给我，问我什么时候时间过去拿，所以我就今天很开心的跑去领了这个生日礼物。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所以跟大家一起开箱。我也不知道什么，锅碗瓢盆吗？香水。粗暴的把它拆开，哇哇哦，镜头歪了，来闻一下。我没有闻过他们家的香水，它上面是法文，我不会念。La Hier de Diffan， 这个我第一个马上联想到的是，小时候妈妈的化妆品或是护肤品的那个味道。天哪，我都不会念。Mysterious， 这个非常的成熟。下一个，这个款感觉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是一个很甜的味道。OK， 我觉得我应该最喜欢第一个。然后我想跟大家 chit chat 一下，最近我拍了一些有关奢侈品的影片嘛，其实大部分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啊，不过我有看到一两个留言，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例如说观众可以很开心的以一个分享的心情在看这支影片，而不是好像看了这支影片之后会就是有点助长了可能非要奢侈品不可的这种风气。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理性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买东西，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然后我想说，这几天怎么可能又变回像夏天一样？今天居然最热到27度，你说这像话吗 ？Hello， excuse me， 你们看，我前阵子才刚换季。我们这现在像不想理我们，他看起来就飞眼开，我还没有。这戏歪了，很明显我是大成功的人。我要先来退房，然后晚上要去住都瑞瑞那边。所以你觉得花700块？每天住饭店我是白痴耶。我现在来剪片，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几天有没有时间可以剪，其实我好多好多包含我今天拍的这支，我有1、2、3、4、4支影片还没有剪，希望可以快点把它们剪完，然后就早点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见面。 See you guys。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